家好，欢迎来到戴安的农场生活，我是戴安。圣诞节就快要到了，祝福大家圣诞节非常快乐。戴安在圣诞节的一个礼拜前，我们举办了一个圣诞节的派对给身心障碍的家庭，我们命名为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特殊家庭青椰蛋。于是呢，戴安就从乡村的姑娘也不是姑娘了，乡村的妇女转身一变就变成了主持人。这个 party 呢，这个派对是由 Good Job Angels， 也就是我们夫妻共同创办的基金会，跟基督教角声布道团以及伯特利教会我们共同举办的。我们举办的这个原因目的也是希望这些家庭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感受到上帝的爱和祝福。因为我们庆祝耶诞节，就是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上帝的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在这个 party 当中，我们所有信息，有特殊孩子们的表演，有敬拜赞美还有家长的见证，非常的棒的一个聚会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大家看到哈，这就是我的儿子三勇啊。
刚才在Joy带着大家唱歌的时候说我们 What are we thankful, what are we grateful? 其实我刚刚唱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给力啊。一年下来我觉得我有太多的感恩，也有太多太多想要去感谢上帝，感谢周围的人，包括感谢我们的三友。那我觉得这个见证呢，因为我自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生命的见证啊，就是在三六这个名字，如果大家知道圣经的出处的话，知道当时在撒母耳记的时候三六的妈妈哈娜，她去求说让上帝给她一个孩子。那我们家的三六呢，也是我求来的。大家如果当母亲的也都知道，当我们求的时候，我们期待我们宝贝是一个健康，各方面都是非常聪明，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期待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但是当我的三月，我还在四个月，也就是我在母腹的，他还在母腹的四个月的时候，那医生呢就查出来他有一些问题，所以当时医生呢就建议我说，你要不要考虑说剁掉啊？那当然作为我来讲的话，就是刚才梁也说了，我是个律师，那好像也是自小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娇嫩背景。那我当时我就心里特别很难受，因为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孩子既然是我求来的，那为什么现在又有问题？可是呢我就因着当时对上帝的信心，上帝求他不会给我，也就是我们求好的东西他不会给我们一个不好的东西，也就简单的这么一种信念，那我就谢绝了当时医生的建议，没有去做堕胎，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我就把他迎接过来了。可是当他在蒙塞纳出生的那一瞬间，我还是惊呆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出生的时候跟我的老大比，我老大一出生就是红光满面，非常非常健康的一个小孩子，就看着就非常可爱。可是我的三六一出生就像那个我当时就心里不是特别开心的那个状态，因为他的眉头也是紧锁，然后身上呢就是出来的他的那个肚脐眼啊，就是很一下就有很多的问题，一下就能看得到，而且他眼神跟我们人的眼神也不太一样。但是说实话，我心里是非常非常失望哈。但是呢，还是因为这种失望呢，很快就被这个出生的孩子的喜悦带来了。可是那个喜悦没有待多长时间。马上呢，医生又宣布他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接下来大概在长达5年的时间当中，那我是几乎我毫不夸张的说，我把纽约各个科室的医生，什么 specialist 还有大一点的医院都跑遍了。跑遍的原因就是我们三妹呢有各种各样的身体上的问题，所以他在一出生应该说到5岁之前，我几乎就没有合过一个，就没睡过一个整觉。但是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他出生到应该说到6岁之前，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他会突然就那呼吸上不来，所以我就特别特别担心他的这个一下就好像遗弃了。所以作为母亲，咱们当母亲都知道，孩子有任何一点事情，你的心都是放不下的。所以呢，那每天晚上我最担心的呢，就是一下气就没了。但是呢，感谢主哈。那我觉得他到今天活着还是一个奇迹，但是呢，在这些过程当中，我经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就是我跟神的关系。那我刚才说了，这个孩子是我求来的，可是神给我的孩子不是我们世人所想要的一个健康、活泼、聪明的一个孩子，而是给我带来很多很多麻烦的一个孩子啊。所以呢，那我就有无数次的我在跟神。不是祷告，我就来埋怨神，来抱怨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孩子给我？因为我求的是一个好的孩子，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可是明天又是一个充满了无数巧合，让我每天每天要带他去到处奔波去寻找医生这么一个孩子，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种方式来惩罚我？所以呢，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神我是充满了绝望和愤恨，我有很多的苦读想去跟神说，但是那时候我说不进去，因为我一祷告我就充满了愤怒和这种苦读，我一祷告我就是对神的埋怨，因为我说了，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爱我们的孩子，那天阿爸天父也是爱我们的，为什么他要把这个孩子给我？
然后就在这个大概长达10年的这个跟神较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是没有忘掉神，但是呢，也有很多次是非常非常绝望，我甚至绝望到一种程度，有很多次我希望带着我的孩子就跳下河算了，那我就不想再活下去哈。因为我尤其是我觉得就是咱们有特殊需要的孩子，而且我今天刚才来看到哈，咱们有很多孩子都是有各种各样状况的一些特殊需要的孩子。在我自己跟神的关系没恢复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一些苦难，看到的都是个孩子一些缺陷，看到的都是神在我身上的一些这种苦的一些安排。那我看到的都是一些困难，看到的都是一些咒诅，我看不到神的恩典，也看不到神到底在我身上，在我的三个身上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这样的光景呢，我大概是生活了大概有接近7、8年的时间。所以你想想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健康的，是这个软弱的，也不管是聪明的、愚拙的，那我相信我们人这一辈子呢，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苦难和挑战。但是我在经历三个的过程当中呢，我是觉得我真的这种痛苦的经历哈，我不太想再去经受。那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带着Samuel去教会的时候呢，有的教会的兄弟姐妹就跟我说啊，这个Samuel是上帝给你个伪装的祝福。咱们有特殊需要的家长当中，有多少次，当你把孩子的一些问题提出来给我们的兄弟姐妹分享的时候，有多少人是这么给你的安慰，说那是神给你伪装的祝福？你知道我当时当听到兄弟姐妹这么来安慰我的时候，我是怎么回答吗？我就是冷笑，然后我的心里就很苦痛的说，我说如果是伪装的祝福，为什么那个祝福不临到你？为什么要临到你？那我也相信我们在座的父母，尤其是我们特殊需要家庭的孩子，可能都会跟我有同样的这种心声。所以我们无数次的在期待我们孩子到教会能够得到大家的关照，或者得到，因为平时真的照顾他太累，所以我想到教会，我希望我的兄弟姐妹能够帮助我。可是呢，很多兄弟姐妹看一下我们三面，然后就做了一句冷冰冰的话丢过来说，啊，这个希望是一个伪善的祝福，然后就走了，也没有说帮我抱抱孩子啊，也没有说帮帮我去分担一下。所以那段时间我觉得不光是我跟神的那种征战，我跟人也在征战。但是呢，我觉得这种苦难的尽头啊，是神知道我们所能够承受的。大概经历了大概8、9年的光景，那我后来终于我说这么再跟神斗下去，跟神埋怨下去，没有任何的一个好处，因为我自己心里没有任何的平安，我的日子过得很难受，然后我跟我的先生的这种关系越来越僵，跟孩子也越来越僵。那我的生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善。那我后来就在想啊，就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讲，与其去咒诅生活，不如拥抱生活；与其是去看待一些苦难，不如我们看到苦难的背后啊。所以这种心态呢，就是慢慢的，在有一次的我早上在跑步的过程当中，神突然就给我一个亮光，说你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改变什么？改变你对生活的态度，对神的态度。我想可能就是那一次的这个，就突然那种光照照进来，然后就让我去重新去审视我的生活，重新审视三秒在我身上的计划。那也是因为从那一次以后，我真的就慢慢的越来越从那种苦难当中看到了苦难背后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圣经里面讲说，那个瞎眼的到底是他父母犯的罪，还是他自己犯的罪哈？这个耶稣回答说，既不是父母，也不是孩子犯的罪，而是什么？是要通过他来彰显神的荣耀。那我说了，我以前看到这个话，我真的没有任何感触，但是呢，后来这个感触就越来越深。那你们刚才也看到我们的三秒，那现在呢是在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旦。那我看到教会，大家能看到他举手来敬拜我们神，来，尽管他话说的不是那么清楚，也说的不是那么明白，但是他的存在给所有周围的人带来的安慰，这安慰是什么？因为他总是在说照顾人的话。如果你们大家愿意去跟他交谈的话，你就知道他总是在夸你说：“阿姨你真漂亮，阿姨你穿的衣服好看，牧师你真帅，
啊，你讲的真好，你唱歌唱的真好。所以他的嘴巴里边没有什么像我当初的那些咒诅性的话语，也没有那些苦难的一些发泄，更多的是赞美人的话，造就人的话。所以跟着我们三遍，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在得到改变，我们这个家庭也得到改变，我的生活也得到改变。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通过我们三遍呢，我学了一个最大的功课，就是无条件的爱啊。那我相信我们人都是，你长得好看，你对我好，那我就会爱你，爱你更多一些，这是人的本性。但是呢，就通过我们三遍，就是这么一个不健全的孩子，我现在越来越爱他，我也因着他对他这种爱，我可以去爱所有的人，可以去把这种爱就是延伸到我周围接触到的这个所有的人。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有很多时候，当我们专注在某一个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走不出来。可是呢，如果我们跳出来，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天上，知道不管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有一位神在保守着我们，在祝福着我们。尽管这个保守可能你现在没有意识得到，这个祝福你现在也可能没有体会得到，但是慢慢地走出来以后，也就是你回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每一滴眼泪哈、啊，都是神就穿成的珍珠，给我们穿成的珍珠项链，给我们人生涂造成一个最完美的篇章。好的，谢谢大家。Why or the tricycle? And this present is actually from God. Okay, so I want to show you this little baby. Okay, you guys already know, but I'm going to ask the kids. Okay, the boys and girls. Okay, 小朋友。你们知道这个 baby 是谁吗？ Thank you so much. Today I want to give you a present that is not from me, because this present is from God. Also, can you hold it really carefully for me? This is Jesus. You know, when you have this present, today you want to accept Jesus, you never do that before. Let me tell you, because this is from God.So when you have Jesus in your heart, there is something more that will be in your heart. What is this? Okay, that's what it's going to be. If you have Jesus in your heart, then I want to give this to the people who listen to me, okay? If you accept Jesus in your heart, you have the courage to overcome the things.You are so afraid of because you need that courage, but Jesus will give it to you, okay? So, and then sometimes, you see, because they have courage, they can stand in front of people and not panic because they know Jesus is their children. I want to be courage to you, okay? You know it, right? Yes, it's courage. And then, what else? When you have Jesus,What else will you have? Hope. Okay. You know, hope is something when you were sometimes disappointed. But that hope will never, never fail because you know that this is for you. Okay, this is for you. And then in the back will be a Bible verse and then you can check it out. Okay, this is my message for you. Okay, I love you so much about this. Okay, and the last point, I want to give you another point. Okay.This is for you, okay? Get my mother, actually, okay? 这是盼望，因为在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会给我们有盼望，知道吗？我祝福你的人生都会一直有那个盼望，都会。当你失望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耶稣他会帮助你胜过的盼望。Okay, now what else? When you have Jesus in your heart, what is this?You know, joy is nice more than happiness. Because in the world,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sad. It's about Jesus upset your heart. Even though you don't get it, they're okay. But today I'm going to take that this Jesus in your heart. So you have all of this peace, joy, hope, freedom. You have grace, you have joy.Because of Jesus. So how many of you, okay, maybe it's mommy too, okay, maybe daddy too.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How many of you want to have
Jesus in their heart. 神想让耶稣来到他的心里面，在他的心里面会有无限的平安、恩典，还有神的保护跟那个力量，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有能力来胜过这一切的难处。If you want Jesus in your heart, let's raise your hand. Okay, let's raise our hand. Very good. Okay, now, let's do this. Okay, can I just say? We are going to pray with all the boys and girls who have said Jesus today. All right? So, raise your hand. We are going to put our hands together. And then comes our eyes. I want you to follow me. This is how we have Jesus in our heart, okay? So, when you put your hands together,You are going to be behind me now. I'll teach you how to walk with Jesus. Okay? 我们一起来跟耶稣祷告，跟着我一起说哦。Dear Jesus, I believe in you. I want you. Be in my heart. Never let me go. I want your love. I want your peace.So I invite you to be in my heart, and I am your child. In the name of Jesus, everybody say, Amen. All right, put your hands on your heart, put your hands on your heart. Now, this is how simple it is, because your heart believes, and Jesus, he is living in your heart.Now, everyone, when you feel so frustrated, I don't sound like I'm like, let's just get at this. Okay, well, I can't find you. You might not want to do that too, but it's okay. Because this time, we got Jesus. We can ask Jesus to say, Jesus, help me. I'm really okay. And let me know, Jesus will tell you, it's okay, my child, it is okay.And then Jesus will help you more and more. Yes, Jacob? Yes. Sometimes you are so sad, but just like, sometimes when you see your mom does that. And then you go to Pepper, she'll just say, Mom, it's okay. Jesus loves you, and I love you too. Yeah? Yes. So, later we'll have Pastor to share with us.More, but later, for those who didn't get a heart, it's okay,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have more presents. But today, I want you to take Jesus at home, okay? When you have the baby Jesus, you put Jesus in the gift bag, and you put the Jesus. Okay, the baby Jesus picture? Oh, it's fine. Okay, it doesn't matter. But it's, okay. So I want you to remember that.The prayer will just say, you know you have Jesus in your heart. Okay? If you are okay, give me this. 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one. Thank you, John. Thank you, John.特殊家庭庆耶诞的活动顺利的结束，我们非常感恩上帝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充充足足的充满，大家充满了喜悦喜乐。我想到在约翰福音里头，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个瞎眼的人是他犯了罪，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们看到很多特别的孩子，在他们的身上有单纯的灵，有耶稣所喜悦的那个回转向小孩子的灵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看到父神的喜悦，还有父神的荣耀。我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可以透过这些特别的孩子，可以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和创造。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天使庆耶诞的活动。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祝福每一个观看这个视频的朋友，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上帝祝福大家。